那公民投票，那最近的那个公民，那最近的那一个公民投票有几个？那最近有几个公民投票就是什么？最近有四个，最近有啊公，最近台湾有四个公民投票需要，最近台湾有四个公民投票可以让大家来投票，最近台湾有四个公民投票，然后让大家来最。最近台湾有四个公民投票可以让大家来投票，那有一项就是爱早教的一个投票。那最近台湾有四项公民投票可以让大家来一起参与，那第四项是爱早教。那爱早教其实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什么人知道早教是什么，那我们就刚好。那最近台湾的那个，那最近台湾有四项公民投票，那其中一项的公民投票呢，就是什么爱早教。那我相信还蛮多人根本不知道早教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我很开心的可以到桃园现场直接去看一下早教到底是什么东西。最近台湾有四项公民投票，那其中一项呢，就是什么爱早教的。那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早教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其实也不太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呢，那台湾有四项最近台湾的公民投票四项，那其中的一项呢，就是在讲爱早教。那早教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连我都不太知道早教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很开心的直接到现场桃园的发电厂的地方看一下早教到底是什么东西。